为响应这一次的捐血活动，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宜兰分会除了准备电影票等精美纪念品送给捐血的民众之外，还可以参加现场抽奖，有机会得到民宿住宿券、全联礼券等好礼。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有100份的那个餐盒，还有那个100份的电影票给我们乡亲。那这一次我们除了100份的电影票跟餐盒以外，我们还有准备摸彩。那摸彩有我们自己的会员家里的民宿券啊，还有餐那个礼券，还有洗护会的礼券，那还有我们准备的礼品，总共100份。会长高黎娟也带头捐血，号召民众踊跃响应。高会长说，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因此特别举办捐血活动，鼓励乡亲挽袖兼热血来纾解血荒。我们是宜兰县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宜兰分会啊。我们今天呢来做一个爱心捐血，然后让爱发光。因为台湾的血荒真的常常都有，所以呢我们宜兰分会的一些好姐妹们，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大家应该要集结我们的力量来办一个很棒的一个捐血活动，然后把我们的爱心给发扬出来，然后让我们的血库能够源源不断。希望所有乡亲们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来好好来支持我们的爱心捐血活动。在众人的支持之下，这次捐血的成效非常好，共募得100-200袋的鲜血，暂时舒缓血库不足的困境。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